哎，大家晚上好。那个，今天是晚上了，现在是6点多了。6点天气还可以啊，没有下雨了。又来了，去攀岩，带着女儿，大包小包的。带那是你的包。哦，我的包是吧？OK，这个看一下我的包。OK，女儿呢学了，跟儿子学了那个攀岩的课程，她现在可以攀了。那个，以前这样攀这里的那个，这里有71米高啊。我现在攀不动了呀，太高了，太斜了。那个，去里面，去里面，去里面呀。今天晚上那个攀个2个小时，放松放松骨头呀。这些都是的，那个可以攀岩的，就是说不用绳子的那些，这些这里下面底下那些都是那个。这边不知道盖什么东西，也是什么运动的东西。那边有个沙滩啦，有一点很忙很忙。哇，自行车这么多，又学生很多了。这里有上去，你看上去之后呢，里面就是服务台了。是这样子的，忘记了。这里都是有些比赛的那些广告啊，或者去山上啊，以前也参加过。我去山上攀岩的话，有其他的技术呢，要求有点难度的，不是说室内的那一种。你看，又来到这里了。来，给这边。来了，到了这里的话，就是感觉到呢，因为经常攀岩，就像到家里了一样的。因为以前经常攀的，像这些墙啊，那个。等一下去上面试试呀，不信要热身先，那边的先试一下先那个。我那双鞋先拿出来先那个短裤。这个应该不用吧？还是说你要用？我要用的那个。啊，你那个？对啊。你没有吗？你还没有换呢吗？这个浴巾你应该。今天呢，就是那个这个保险呢，这个那个安全的锁一样的那个。保险。这个就是攀岩的鞋，这个是那个袋子，然后等一下那边那个去，不要。没有放好呢，现在准备了，现在准备穿这个保险了。那正常的话，那个顺序的话，这样放起来，这个东西这个是腰来的，然后矫正进去，这样穿。也就呢，穿裤子的概念，一个人不会穿裤子。我最担心的，因为这是自不是自己的，因为大家是公用的。我有时候担心，比如说这个会不会老化了、不牢固的这些东西，这是个很担心的东西。那我穿起来之后的这里大概是一个手掌。一个拳头，一个手掌，不行，你要勒死你自己是吧？那一个手掌。然后这里呢，多出来放到后面去，因为太长的话会影响那个工作。这不是工作，你那个是。不是，当然是另外一种工作，是攀岩的工作。那是爱好。有攀岩的工作吗？不是那个。然后这个是那个粉呢。有些的里面有个球球，球球啊那些东西。这有些好像是那一袋子粉，但不是特别方便，其实整体来讲。好了。OK， 然后再接受。这个鞋呢，为了有更大的摩擦力呢，就是说很紧很紧的，最好是就是说同，最起码要跟你的鞋子同号的。一般来说都是小一码这样子的，就会然后呢穿的会很痛的，很紧很紧。我攀岩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说，
很吃那个，就是说着力点很好，就是说摩擦力很大，那个适合攀岩的鞋子。用的差不多了，那个先去热身，我们先去热身。弄好了，你看。这本宫。这个可以。你看。我去热身。这样，这个要咋办？这个就架着了。
现在已经开始。
是比他轻的，我回去了。Dus ze zijn misschien een beetje smal, maar als het goed is, zitten ze wel. Maar ja, ja, proberen het maar. Een beetje strak mag wel. Ja. Want ik ga zo denk ik nu bij Sportiva en Buda is ook gewoon met twee handen zo'n kleur van de vlakte. Ja, ja, ja. Nee, ja, dat was het niet meer.攀岩了，攀得很高了了，力气一点点刚才那个，要是力气不够了，就会掉下来，或者攀到顶的时候，啊，那个人攀到顶了，要下来了。最主要是恐高，有些人很怕高那些。
这个人很辛苦了，这个人很辛苦了呀。你看天黑了，回家攀岩攀天黑了呀，我们回家。你带的手电筒是吧？黑咕隆咚，黑咕隆咚啊，给你照到一下子有点颜色。你看